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严阵以待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武器可以出，没有用那玩意儿了。武器大师一共没几个技能能打到人的，都打小兵了。全军出击！出海妖，出海妖可不行哟。来了青钢影，再见。打不着呀，这也能打着。平 A， 平 A 吃药，平 A， 平 A。再让我摸一下。现在该我了。现在该我了。你就说你想怎么死吧。其实这一波应该闪现，跳 A， 闪现平 A， 走位，先死先死，可以。点燃是肯定能烫死的，他的盾没有用。玩个蛤子二级抓，玩个蜘蛛二级抓。就你们就玩个啥都得二级上路光顾一下子呗，就现在玩个蜘蛛都二级抓人，药吃错了。那英雄二级能抓人吗？那是还学个艺还打不打野了？你说的，哎呦我天，真累。这也就上把那螳螂红让我拿了，要不然他就二级还得来。干嘛呀？我的棒子亮不亮？我扎你一下。漂亮，你给我把那蜘蛛给我杀了。我失去耐心了。你想越塔的话我得立刻推，但是我推线有点慢。我这没法上啊，你那咋上的？后边有蜘蛛，我上我不也死了吗？不是我卖你啊。看住，完了，玩吃了。我已经看透了。玩吃了。
has been slain. 出招吧。 别在那儿刷，你是韩服大师，不抓你抓谁了，行不行？宗师。哎呀，无所谓了，随便干吧。 跳上来随便干吧，打这小子，咱也不需要啥细节之类的，这人一瞅就是个混子。挂了得了。 十分钟给鞋，我十分钟应该会回趟家吧。算了，这个样子。很明显，剑圣的红马上要被蜘蛛偷了，我们赶紧给打了啊！看招。 再不打的话，红就没了。一会儿剑圣可能还得谢谢我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你不补刀了，车经验也不吃，行。不好意思，死了，用交闪。为什么不闪现啊？ 大意了啊，他没有闪。换了不行，哎，我那 A 两下那个重锤没了，哎呀，那重锤没掉了。
要不然重锤一下就死了的，正好死。亏了，不要老说亏了。我们比他厉害，我就咋跟他混，我们也是不亏，你知道吗？那下等马换上等马，那能亏吗？那肯定是不能亏。咋换我们都不带亏的，我一级他十级，俺们也不带亏的，因为一会儿我还能杀回来。怎么攻速这么慢呢？感觉，哎，真的这把攻速好慢啊！25个兵，先让他打我们，先让他 A 一下。等到把盾打没了，我们就可以上了。绍兴玩过了，玩了一把输了，不乐意玩了。谁来了？蜘蛛啊！那蜘蛛不搁小龙那儿呢吗？先插个眼儿来。嗯，我们哟。这什么操作？他们家这剑圣鞋他出的星石我都没见过，太远了。一会儿看看这星石剑圣猛不猛，如果比较猛，没见过世面，没见过，确实没见过。替代德克萨斯木印呢？干哈呢你呀？我一看你这是不想活了。那跳弹哪去了？啊，跳弹哪去了？啊，跳弹哪去了？完了，按错了，按了个峡谷先锋，丢人了啊！丢人了，丢人了。哎，还有意外收获，意外收获啊！我本来想跳个眼儿的，或者等到青钢影啊，马上要走的时候，我啪跳他脸上，丢视野了，丢人了，反应没到位。
打个蓝来。漂亮，剑圣！我杀剑圣！剑圣杀疯了！哦，剑圣对，在这儿，在这个地方蹲着。杀那人应该是死定了。嗯，先来个三下。把他们也算上。沈阳辽北第一狠人。我可不杀辽北第一狠。你一说狠人，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有一件事儿。我上小学的时候，他妈的，不是上小学啊，上初中的时候。我现在想起来，突然之间感觉有点生气，你知道吗？小时候我找我朋友玩儿，啊，我们一起出去玩儿去。然后呢，玩着玩着呢，突然之间他被几个，就是怎么说呢，类似小混混，你知道吗？他被几个小混混给带走了，啊，给带走了。带走了以后呢，过一会儿他又回来了，啊，他领着那几个人回来了，领着那几个人回来呢，我估计他可能是说我身上有钱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当时我也有十几块钱儿，好像。然后那几个人呢，就让我把钱拿出来。我没办法呀，我也不，我好学生，我也没打过架呀，我是没办法。我说他们人也多，那就给他们吧，那就。然后就给他了，我被卖了。对，我想起，我现在想起来啊，我他妈太不是个东西了。把他们也算上。你怎么能说我兜里有钱呢？你说没有，他又能怎么样呢？真是的。哎。想跑，上波给你走了，这波你还能走？嘿，嗯，没办法，会收的。会什么收的？会收的。那几个人都不认识我。受他又没有。再说了，他怎么不告妈妈呢？真是的，这人。直播间可能有未成年的啊，可能有未成年的被欺负了，一定得这个找家长啊。拼图这个该怎么办？别老憋着，那么大个儿怕啥呢？那个高，我是好学生，我不是坏学生，我不打架。你以为我是小混混？我这是天天打架，我都好好学习，我恋爱都没谈过啊。
我来帮你打个蛤蟆。嫂子哪来的？就你们一个嫂子啊？把他们也算上。就谈过一回恋爱吗？我走先。被他给砸死了，玩死了啊！但其实也不是玩死了，我当时没想打这个曙光女神，她指我的时候，我右键是点在右边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还是自动一打了她一下。我本来我开 E 我没想打他，他指我就指我了，对吧？他指我，我们也没想锤子，他啪一下子一个锤。把那日女给锤了，我都没想碰他，当时我是被动。他指我那一瞬间把我指住了，我就打到他了，而且打的特别快，那速度啪一下。不是药水，我是重锤了他一下，你没看发现吗？没看清吗？我重锤了他一下。这卡莎是不是搁这石头人呢？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。哎呀，没办法了，我只能拿你献祭了，假装不知道他搁哪，知道吧？让他以为他能跑得掉。他还把大用了，漂亮啊！骗了一个大啊！严阵以待。我这发现这炸弹人啊，这是。好了，伤疤忘了疼啊，小伙子！先回趟家，出个血手。现在这血手又削了，为啥一直削这件装备呢？我觉得也不厉害呀，那不有破盾者吗？那不有巨蛇之牙吗？巨蛇之牙不比那血手便宜400块钱？先打个红 buff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出的越多，削的越惨。那没别的出的了，关键是，你也没有别的加攻击力加血的呀。别的那都不肉，那黑切那都不肉。而且有的人他不出黑切。我砍死他。重锤，那黑切，你武器大师你还出黑切呀？你不出吧？性价比多低呀！
别的装备，那黑切虽然他加血吧，但是他不肉啊，他加的血没加多少。黑切主要是为了破甲，他也不是为了给你加血。